号是高顺仁先生，请预备。谢谢主席跟局长的度量。那个广慈养老院跟平宅，它是属于社会局，社会局在主管的计划，可是感觉好像社会局的声音好像被消声了。等一下是不是可以请你讲一下，将来这块地对于长照、跟身障、跟老人，我跟各位报告一下，也跟局长报告一下。就是说，一般的社区如果碰到一些身障啊、残障啊、老人，我本身就是身体残障，所以我更可以来讲，我们都很有爱心，跟他们陪伴了四五十年。可是这两次会议，社会局好像都没有听到，到底将来谁要入住？那你对本地的居民有没有一个回馈？因为也有走向老龄化社会，是的。就请你，对不对？就你该讲的把它讲出来了哈。另外，我们还是地方也这个公园，我们也上次我也提意见书，民政局长还有提，我们大家也是希望是一个完整的公园。这个郝市长好不容易盖的这个砖块，哦，那个杜花姐可以看一看，你们可以用这个公园的地砖、红砖地做榜样，排水非常好。只是它的已铺满，还是没有发挥作用。跟各位报告一下，所以这么好的红砖地，市政府花了300多万盖的，就要把它全部，把它整个取消，要做，是不是也可以听听地方的声音，有一个完整性的公园？基本上，我也跟局长、跟主席报告，就是说，我们是支持建设，可是，在建设里面。你也知道，不管是你们是盖房子的专业，也是地方，也应该有一个人性。毕竟人住在里面，地方的声音一直就是希望你们不要盖那么多。那你们讲的说没问题，这个没问题，可是老百姓的恐慌还在那边。最后还是拜托议员，哎，因为议长的声音比较小一点，议员就是帮我们发声。我们希望是1400户，还有完整的公园。如果不能1400户，区公所就不要再来了。区公所另找他地，以照顾更多的新圈的居民。谢谢你，谢谢，祝大家健康，谢谢。谢谢，那。